月明寿辰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怎么还在？月明的寿辰又在做梦了。你愣着干嘛？过来啊。难得做一场梦，总不能一下就醒了，太不划算了。相公，今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莫要再想我了，也不要梦见我。我也不是总梦见你，我只是偶尔。莫要睁眼，让我好好瞧瞧你。找回忆伏笔为你化作纹理刻在掌心，我爱你。百转千回多少颠沛流离，再让思念拥抱背影，用至死不渝写下混沌之劫是上古的劫，需要有混沌之力才能化解，只需将本源分割，另一半修满妖力，再行融合便是。顾君，上古已经在我面前死过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。倘若他知道混沌之劫没有消失，你觉得他会如何走？